加油！抽号次中了一号签，21号林姿妙高举一定当选标语，争取连任，对决民进党派出的江聪渊，对手猛攻县府弊案，他也透过脸书反击。转贴林传媒民调字卡，写着不受贪污起诉影响8个大字。林姿妙po文提到，施政满意度创新高，支持度全面领先，再次证明县府团队的努力受到乡亲的智慧肯定。还提到所有打压抹黑都是在伤害淳朴的宜兰。在这个时间点，你来公布所谓这个民调，难道是为了你10月31号要去宜兰法院做这个准备庭来壮胆吗？林姿妙会这么有自信，就是因为林传媒民调数据显示，县长选举支持度，林姿妙以52.93%领先江聪渊大约21个百分点。我呢会继续来拍拼，民进党真够选举，果然唔知要出什么招，但是呢，姿妙呢会继续努力。整体的数字跟我们自己所做的民调是有很大的差距，对宜兰县的县民智慧也有很大的信心。选战倒数期间，宜兰县府弊案10月31号即将开庭，林姿妙官司缠身，忙着自清，绿营则是持续跑基层，力拼翻转。镜新闻洪方生、杨伦敦、徐荣长报道。